雷暴的新更新来啦，这是冬天的更新。之前在哈罗宾的 Battle Pass 那些已经没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这个 Winter， 还有20天的这个限制时间啊。这个 Winter 的 Battle Pass 一样，它是最高等级是40，然后就可以获得这把刀。但是你获得这把刀呢，你是要进阶版本的这个 Advancer， 这个叫800块的 Robux， 超级贵，真的很贵。然后其他的都一样，有这种爆炸箱，全部新的那个爆炸效果，还有 Winter Speed，Winter Speed 呢有新的两个技能，一个是这个，然后另一个是上面这个叫做 Titan Blade 的东西，然后你要获得下面这个 Death Slash 要把三个融合在一起才可以获得，还有 Daily Reward 这个每天的奖励， Winter Shop 一样可以买东西， Free Reward 这个是在线奖励，就这样子先。还有这边有新的武器，它今天它次的更新多出这个枪 Blaster， 可是它这跟之前的不一样的是，之前一买就可以，这个是要抽奖的，你看它这边有很多个奖励，你按下去一次的，它不一定会抽中这个枪，你要抽很多很多次，它这个是50次它才会有保底这个 Blaster。哇，我已经感觉这个开始越来越配图片了。我知道他们这样做是要更多的钱，更多经费来更新这个游戏啦。现在有 discount 的话，我也来买一次看啊，我看一下会不会一抽入魂，有没有这样容易？来转，好像没有出什么字哦，没有出什么字，我应该是没有中，应该没有这样容易啦。50块 robux 换来的是100枚金币。我要赌一把吗？十抽之后我只剩87 robux 啊，我觉得我今天直接拼这把枪了啊，直接拼这把枪。来来来来来，倾家荡产！哎，我玩 Roblox 这样久以来，我都还没有花到超出1200 Robux 哎。Premium Create 还有什么哎？我觉得我不要跳过动画啦，我自己慢慢看啦，不然跳过动画就好像没有惊喜价。500块钱，第三抽枪枪枪 Blaster， 300块钱。Oh no， Wheel Spin， 第五抽还是100块钱。No， 我都是拿钱币第六抽。枪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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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枪，不要啊！你不要跟我讲，我这个要保底耶。然后我没有钱了，我还要再去充钱一下。等我。哇哇哇！等一下，我才充钱回来，我就看到这个新地图了。它这个更新有出两个新地图，这个其中之一，而且还有那个火车哎，你看这火车，无限列车，它会在那边动。来，我们继续啊，买 ，take my money，take my money， 钱全部给你。差那么一点点就给我跑这个枪啊，结果还倒回来这个箱子，我还以为我中了，没有了啊，没有了，喂，我又抽完了，我21抽了还是没有，再来，第三次10连抽 ，go， 不要让我保底，我求你不要保底。31抽，这抽再没有，我又要再充钱。No. 没有，我还要再充。他也不会秀给我看那个多少 percent。哦，有啊，这边的2% 的几率哦，又充好了。接下来我就手动一次一次慢慢点啊，我看可不可以省一点钱。可能他在一个第二、第三抽这样子就抽到了，就我就不用花这么多 robux。没有，还是没有。Nope。好啦，我认得啦，还是10抽啦，10抽可以给我省200 robux， 不然我怕我一直点99这个的话。点到50，我这样子就更亏耶。No， 我的40抽又用完了啊！没有办法，保底了，按多3次就是保底 Blaster 了啊，保底了，我的超人，祝贺个毛哦！我花了这么多钱在你身上哎。第二阶是这个双头尖，然后第三阶就是这个双枪 Super Reward。我第一次花这么多钱在这个 Robux 上面嘞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你的效果 ，Plasma Blaster 装备加小一把。啊！你是在骗我哦！它后面有那个，可是它后面有那个是叫什么？那种光影啊，是这样讲吧？它会跟随着我的人这样子哦。等下我们来试看它来打、啊。我现在要算一下我花了到底多少的 Robux 跟我的钱。我总共是花了235块的马币，换上去台币，根据今天的汇率就是1588.29块钱。Robux 的部分就是4次的10连抽，799×4，我用计算机算到的是4136的 Robux 我不懂有没有错啊，但大概都是这个4000的 Robux 左右啦。我后置会的时候会去再检查一下，反正就是4000 Robux 得到这一把破枪，取消这 AFK， 接下来我就要用它来试试看啊，不要让我失望它的特效音效那些。来啦，我们来看看它的特效，先把球吸给我，嘣，没有音效，你认真。4000 Robux 就为了这个东西，但是我要再看一下它的那个攻击效果，它是有射出那个子弹的是吗？来打给我，谁，快，不，看是看不太出来，再来，没有，它是用枪旋转来打的，它不是射出子弹，我真的感觉我是一颗韭菜。哦，对，有人也是有买这把枪的话，可以留言给我知道一下，我要看一下你们都是第几周抽中，或者是跟我一样是保底的盘子。喂 ，No， 哦。喂，两个立场，噔噔噔噔噔，
噔。OK， 对峙，我还有铺在手，但是你的立场已经，你的立场已经没有了。等我一下下哈。哎呀，没有用到铺你就死，但是真的是失望啊，这把枪。不要买，不要买，再换个 freeze 来玩一下。再 ，OK， 杀掉一个，剩另外两个人，我的 freeze 还没有用。我记得这个人好像是用 rapture 的哦。如果大家用 rapture， 我马上按停。不过我要先远。哎，不是不是，用 rapture 是另一个人。哦哦哦哦哦，他的你的立场用掉咯，朋友，你的铁量进的话，哎，先停。Hello，Hello，Bing， 哎，还有接到哎呀，没事，还是我赢。OK， 我这边够了，然后我等下先玩完这一场。哎，可以这样转吗？可以，我在场上那边转哎，看一下会拿到什么爆炸效果。这个是什么？哎，我来，这个是雪崩哎，雪崩。OK， 我现在还换不了，先让我把这场打完。哎 ，the fuck the fuck， 可以换了。来，让我杀一个人，我要看特效。有人吗？旁边？哦，这个就是哦，这个就是他所谓的雪崩。Hello there. What? 我刚后我没有看到我后面跑过来一个人呢。然后这个呢，停。Oh no. Hello， 没有了是不是？哎呦 ，White 船，我现在等不到我的那个 freeze 嘞，这样我就在那边跟他圆打哦。没事 ，Savage 七杀胜利。还有什么技能可以玩呢？我试看这个 bling 啊，这 bling 我看我玩是很好玩这样耶。我先不要升级，先玩原本的。来，所以还是按一次 Q 就。哎，是他按一次 Q 就可以 bling 了，然后最多只可以 bling 三次，但是他不会显示你在 CD， 他只会有那个嘟嘟嘟的音效跟你讲在 CD。哇，这样我都不知道我几时有三个充能的效果。你看，这招用不好的话，肯定会害死自己。我要看我等下会不会被自己蠢死。我想试看一下单打，然后贴到他们脸上这样子打。哎，没有，他没有传我。来啦，让我试看啦 ，QQQ 打，哎。是没有到我预想中的那个效果咧，我原本预想是一拎过去马上反击把他杀掉了，这样我再升一级，这个还是讲可以让我的那个距离更远，然后再升给他满级，这个是在更增加他的距离，然后还会有那个新的特效来试试。Q， 哈，有什么 reskin 没？我哦，他是我后面那个效果是吗？那个人影是这样吧？你看后面有个人影，穿，哎，那个立场刚好结束时间，哎呀 ，bling bling bling， 哎。哇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哇，用得好的话真的是很好玩哦。然后接下来我要试的另一招是跳 bling 这样子，这样子我看怎样打人。OK， 跳 bling bling bling， 喂，哎，还有人呢，隐形，过隐形走。OK， 剩这一个，然后还有另一个在隐形中的。等一下啊，这死神我就不懂可不可以 bling bling 打，哎。死神，他如果刚刚他那个球是直直打过来的话，我是接得到，可是他弯了一点点，我就没有接到。哎，我玩到了，来了，这是另一张地图，它还有这个农场哎，这个就没有我刚刚一开始看到的另一张来的震撼，因为这个它没有那种火车这样的东西。我能这样子突然间冲进去吗？试看，有吗？哎，球呢？球！哎，我拿到什么 ？Penguin Walk， 一个 emoji， 来，我要试看。哎，这枪有这个新的 emoji， 我才注意到哎。我买了这把枪之后，它就多这个 rapid fire 啊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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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你的子弹呢？你的子弹呢？兄弟，没有子弹，它只是单纯这个抽搐的动作。来 ，penguin walk， 哦，这个就是学那个企鹅走路的方式啊。可是这个，这个好像坏掉企鹅嘞。它那个动作是怎样哦？那我这次要试试看跟人家近打，然后再马上 bling 出来嘞，这样子 ，bling， 哎 ，bling。哎呦，还要贴近我哎，还好我这个可以 bling 到闪那个距离出来，然后再算好它的那个时间 ，bling。bling， 哎，没有打中他，我还想要算好他那个立场是消失的时间，马上进去把他弄死了。要准备吉特了。哎，那个球一路在那边转，那个距离，哇哦，一个是死神四层，另一个我不懂是啥嘞。嘿，哦，那个是死了，但是这个死神我怎么给他打呢？哎呦，先闪哦，我的 CD 还没好哦，他那个移速太快了，我病的那个距离又不够好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知道他要把我拉开。再不灵，哎 ，nice， 哇，这个是成功的一场，嚯、哦！又是这张地图，我现在是在等的是那个另一个火车地图嘞。哎呦，差一点点的被后面的打到哦。剩两个人，哎，还好不是交换我。哎，还没有哎，还有另一个人在哪里？这个高。哎，那个死的只剩在树上了，我完全他自己跳下来。OK 啊，现在他在陆地了。QQ， 哎，好了，那我们先玩到这边就先结束。今天的话，4000 Robux 买的这个大便。
那如果你喜欢我这期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然后也可以顺便留言给我知道你们花了多少抽这把枪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